请坐。前方到站是县卫生局，站要站。实验中学站，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，车位停稳，请勿走动，开门请当心，下车请走好。乘客们，请戴好口罩，扫章贴码，往后车厢移动，座门手扶好，请勿松手，手伸出窗外。下一站，县交警大队站。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前方到站是县交警大队站。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，车位停稳，请勿走动，开门请当心，下车请走好。乘客们，请戴好口罩，扫章贴码，往后车厢移动，坐稳手扶好，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。下一站万家广场站，刷码成功，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
方告站是闽侯大桥北桥头站，要下车的乘客请准，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进步五十。前方到站是闽侯县法院站，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，车位停稳，请勿走动，开门请当心，下车请走好。乘客们，请戴好口罩，扫章贴码，往后车厢移动。坐稳手扶好，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。下一站，交通南路原县劳动局站。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进步五十。好几次了，就今天重新看了一下。我操！前方斑马线，次数25。
前方到站是县交警大队站，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，车位平稳请勿走动，开门请当心，下车请走好。乘客们请戴好口罩，扫章贴码，往后车厢移动，坐稳手扶好，请勿摔头，手伸出窗外。下一站实验中学站，前方到站是实验中学站，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，车位平稳请勿走动，开门请当心，下车请走好。前方到站是县卫生局站，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，车位平稳请勿走动，开门请当心下。